大家好，我是美兰。有一句顺口溜，坐的下戏倒得困不起，见讲讲过去，现讲又现不起，这个就是老化的情形。说到了老，大部分的人都怕老，不过老是自然法则，如何能够老的健康又老的有价值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跟您介绍，这是台北的冯宝琴阿嬷，85岁了，那是很多人口中的宝哦。宝琴师姐哈，伊当个人环保站哈，是大家报啦，透早起啊拢做甲暗吼，啊什么代志吼啊。暗时啊，师兄若值班，晚餐伊拢伊咧传的啦。找物件，若要做代志吼，哦，找无的拢找伊就对啊，伊拢知影。吼，啊那今年的7月吼，啊伊都突然间吼昏倒，啊送医，后来伊才知道说，哦，伊这是心脏吼动脉吼萎缩，吼啊，所以讲哦，爱叫伊小等下出，因为可能是天气热啊。啊，甲伊说服，叫伊当下厝诶休休一下暑假，用坐袂掉。啊，所以阮即组吼，就想办法吼，要互伊安住在家里啦。7月啊，丽珍师姐就紧诶讲，无咱吼，我去做一寡吼，咱岁末祝福诶福会带，互伊当下厝诶做加工好啦，做手工，安尼伊就袂无聊啊。啊，毋过伊骹手足紧诶。啊，我去看伊哦，因新妇甲我讲吼，透早目睭八斤就才开始伫做啊。做到暗嘛困啦，伊才感冒，才收我叫伊休休，伊拢无要休啦。啊，丽珍师姐讲啊，宝琴师姐脚手足紧诶，我拢做袂赴，伊嘛暗时爱加班，拢当咧厝诶，车甲足晏啊，传起来才互伊去有手工通啊做，惊伊讲当咧厝诶无代志做，又搁要差去环保站啦。啊，惊伊当咧厝诶哦，做物件臭味大。啊，所以哦，美娥师姐拢安尼，逐工中昼拢爱家传便当，拢早起互伊食，啊，过去家巡一下，无厝诶拢无人。即马家人都很放心，他来环保站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说很好，我们的环保站就是清安居。那现在让宝琴师姐哈、哦、跟大家分享。我是中山八折环保洪宝琴，我今年85岁，我78年慈济列车认识慈济，87年我开始做。迄阵阮是大人拢无去，我就完成了，我就出来做志工。开始我是伫台北分会地下室做环保分类甲仓库物资管理，啊，一直到94年，因为脚膝盖退化，无法做爬楼梯，我就回归阮中山八德做环保，一直做到现在。啊，我开始的时阵是有承担着医疗志工。一年承担23铁树，我有写心愿，我要来困疗房，不爱困病房。像您讲，病院是人间的地界，所以我一直有迄个心愿，讲我绝对要来好好做，要来困疗房，不爱去困病房。即摆继续伫咧做，虽然我休困一个月了后，我嘛是开始我甲阮厝的医生讲哦，你个阿嬷来去，来去环保站。我若别人到我若都讲无爽快时，无人伫，无失去就无去啊。阮新妇甲阮孙仔答应讲好，啊，毋过你吼、哦，较早出去外去，较早转来。你若出门，我有看会到；我若入门也看会到你。阮大家就放心，你爱家己保重家己的身体。像我15年前伫个警察做迄个福建的时，成日问我讲。菩萨，你几岁？我70岁。哎呦，啊，你佫比我较老，佫牙齿齐啊！我有者即句话，我绝对要做到最后一口气。我下顶人个绝对无休息个。啊，即摆无做医院志工，我即摆拢做环保站。好，这真好啊！只要咱身体健康，做都是福吼，家己赚。啊，这拄啊好就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像您，你看，你放心，我会好保重身体。我要继续做，自细自个做啊，愈长愈好。好，愈啊，我会愈认真。对，感恩上帝。哈，安尼对，甲你祝福哦，哈。盘点宝琴阿嬷这20多年的时间，处处充满了活力与生命的智慧。像是很多老人家就会忌讳到医院。但是阿嬷呢，却是一年做了23梯次的医疗志工。
因为他说要睡疗房，不要睡病房。而在环保站呢，跨桃跨位，吃的用的找他就对了。难怪大家都说宝琴阿嬷是大家的宝。而正言法师也说，老了不要认为自己老了，要休息，老也可以是很有价值。真感恩看到哈，老菩萨真正是哈，人生啦，时间过得真紧啦。这一回话题哈，都绕在老，因为大家人拢家己自以为哈，我已经坐会啊，我老啊，我较不爱出门。这吼，大家拢安尼想，这个观念是唔对。那我呢？我坐会啊，我那无把握时间，时间得要到啊。这种祝福啦，那结好缘啦，一直甲恁讲哦，舒服家己自我感恩。感恩我的过去生的过去生，我真正结真侪好缘。要那无这当阵，那有法度吼？伫这个安尼一点啊，来影响这么大，这都是缘呐、啊，缘。所以恁一定吼，学佛无虾米好学，就是爱结好人缘，结好众生缘。你才有法度救苦，会当把苦移落，救苦互伊快乐。恁即马在座，相信恁大家人自我盘点一下，有几个人曾经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他，当他呢曾在烦恼重重，曾在迄个生死边缘的挣扎。被你救到的，家己搁再盘点一下，有多少？所以吼、哦，下一滴万，地藏经根本就是安尼讲，下一滴万步，只要你这一念心一转，那这一念心啊是对，就可以呢帮助很多人。这种的聚光啊，在一个重点就是这两心，这两心对都要出来，所以那一念心呢是最光。亲像今嘛，恁不管行到倒位，就讲师父安尼讲啦，啊上人叫我安尼做啦，所以吼安尼讲甲安尼做吼，转变了多少家庭的和睦。那帮助多少社会的方向？其实，咱无自傲，但是呢，咱爱知影家己的价值，合起来组织为台湾守护台湾，而且呢，也是在台湾让台湾呢很大平安平衡。人人那好人呐，社会就祥和；社会那祥和啦，那迄个气，我一直咧讲气，人气。古早恁有一段时间拢伫咧讲，布袋戏水气万条，吼、哦，水气万条，就是真祥和。这就是呢，安尼叫做人气，天气、地气、人气。所以说老还是有价值，感觉、欸、应该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这就是价值、哦、这生命盘点、啊啊、我也很感恩说、哦、让我有时间好听，让我有时间好想，让我有时间好说，更感恩的呢是有这个缘，大家人哦，师父，你讲我都来去做。啊，你若想要安尼，啊，我都爱来想较济咧。
所以讲起来吼，一甲万，所以讲吼，下一得万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大家人，咱吼爱心爱宽，付出无所求，迄所得到吼，则是济啦。有形换无形，啊，感恩大家吼，好啊，啊，就再接再厉啦，感恩环保菩萨，感恩。正言法师对环保老菩萨充满了感恩，也同样鼓励大家不要认老，还要再接再厉。就像很多的长辈会觉得老了，身体没有年轻时的活力，所以呢，就在家里面做三等公民，等吃、等睡、等孩子。但是正言法师反而鼓励长辈们要当三好公民，身体健康好，经验丰富好，走入社区做志工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家里面的长辈到慈济的环保站，不仅是可以有老伴，那做环保够不欢乐，头脑精工身体也健康哦。我是美兰，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